11月17日，李念在微博晒出一张自拍，并配文：收工，卸妆洗澡1小时，5:30又得出发。现在要睡下去容易，可是刚躺下去就要起来的感觉会痛苦的要命。不睡了，不睡了，锻炼一会儿直接出发。照片中他身穿粉色背心，为了防止胸部走光还打上了马赛克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为何还要这么拼，注意身体，皮肤真好，美美的。11月13日晚，李念通过微博晒美照，照片中李念披着长发，一脸素颜，皮肤白皙水嫩，白色 T 恤配黑色紧身裤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歪着脑袋，甜小四少女。而李念 T 恤上刘嘉玲童年的照片却十分抢镜。从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还是这么美，好喜欢你，衣服上的刘嘉玲成功抢镜了。9月28日晚，李念在微博健身打卡晒美照，并写道，同学们一起加油啊。照片中李念身穿白色背心，躺在瑜伽垫上，一脸素颜，皮肤光滑白皙，迷人的锁骨清晰可见，好身材完美呈现。网友看到此微博后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诱惑无处不在，好身材是练出来的。